什么是这个差别智呢？其实差别智就是法眼，分辨的眼睛，那是属于世间法。我告诉你，根本智是属于出世间法。出世间，你 修行到最后出世间，将来你要成为菩萨，成为佛，空净即照。那你在娑婆世界，菩萨在因地的时候要怎么样？要有法眼分别智，去分别众生的根器，如何去度化众生。这就是这个根器是什么，这个根器是什么样的根器。你用八万四千法门去治八万四千种病，这个就是差别智。第二种菩萨的第二种的智慧啊，你看到这个众生啊，哪里有缺点，这个缺点你要赶快纠正它。这个就是因病宜药，这个人得什么病我给他什么药，这个就是对治法。这个是属于差别智，菩萨的差别智。